嘿，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啊，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清晨的时候是我们最宝贵的时光，我们愿意与你在一起，因为我们每天早晨这个灵修的时刻，我们从圣经的经文里，我们就得着力量，我们内心满有喜乐，满有平安，因为你充满了我们，你的大爱让我们真的是满溢出来，让我们有更多的爱，可以去爱别人，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同事，爱我们不认识的人。神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去引领别人也来归向你。神啊，我们每天在这里读经，都盼望能讨你的喜悦，也从圣经的文字里面，让我们得着更多的力量，让我们了解我们走在福音的正道上是一个多么值得珍惜的事情。感谢神。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事工都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OK，好，我们现在这一卷书哈，叫做 Second Kings，因为我们的 Kings 哈是列王记，一定要用复数哈。列王记是有好多位王的故事，那么我们上卷叫 First Kings，下卷叫 Second Kings 哈。Second Kings，我们现在进行到 Second Kings。那么第三章的，我们看看前面的第五节哈。After Ahab died, the king of Moab rebelled against the king of Israel。啊，这个摩押人呢，他们本来是臣服于以色列，以色列强盛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呢，当这个以色列衰败的时候，Ahab 王他死掉的时候，这个摩押的国王 the king of Moab，他就 rebel against 是指他背叛，他就开始起要想要造反了哈。对这个以色列的王呢，他就背叛他了。OK，好，我们今天从三章六节开始看，因为他要背叛。So at that time，就在那个时候，King Joram set out from Samaria and mobilized all Israel。所以这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哈，King Joram 这个王呢，set out 他就出发了，出发从哪里？OK，从哪里出发呢？这个是要注意哈，从哪里出发？Set out from Samaria，OK，Samaria，所以呢，他从 Samaria 这个地方就出发了。出发了以后呢，他就 immobilized，OK，mobilized all Israel。Mobilize，mobile 是动起来的意思哈，动起来 mobile，mobilize 是一个动词，表示他开始动员哈，动员所有的人，让他们通通调动起来，动员起来了。Mobilize all Israel，他从撒玛利亚出发，他动员所有的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都动员起来，mobilized，OK？好，第三章的七节，He also sent this message to Jehoshaphat。King of Judah 啊，所以以色列王跟这个犹大王哈，这个犹大王这个他们彼此常常是有联系的，所以呢，他也把这个信息发给了 Jehoshaphat，Jehoshaphat 他是犹大的王啊，跟这个犹大的王说呢，The king of Moab has rebelled against me 啊，这个摩押王的国王他现在是背叛了我哈，他要造反了。Will you go with me to fight against Moab？Well, you go with me. Go with me 是跟我一起，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跟摩押人去打仗啊？啊，去打仗。I will go with you. 哦，这个犹大的王呢，就 Jehoshaphat 就回答他说，我会跟你一起去的啊，跟你一起去。那么 he replied, "I'm as you are." I am 跟 you are 本来是两个哈，我呢就像你一样，我跟你是。一起的，我就像你一样，OK，我们两个是同，不分彼此，表示我们，我就跟你一样的，一样的。My people as your people，我的老百姓就像你的老百姓一样，哎呀，我们兄弟嘛，是吧？My horses as your horses，我的马啊，因为打仗一定需要马的，我的马呢就像你的马一样，哎呀，大家兄弟不分彼此的，好。三章八节，By what road shall we attack？那么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去呢？这打仗要商量商量哈。
走哪条路去比较对呀？哈，这个所以是这个 route 通常是可以指航线路线哈，要走哪一条路线去啊？像我们现在如果国航中国的国航飞美国的航线，那个航线也可以用这个字。OK，Shall we attack？我们去攻击要走哪条路线呢？大家在那里商量了。Through the desert of Edom，he answered。啊，结果他说我们要从以东的那个沙漠，也就是那个旷野那条路去啊，我们要走那条路去。Through 是穿过啊，透过从那个地方。So the king of Israel set out with the king of Judah 啊，这个双王联手哈，一个是以色列王，一个是 king of Judah 犹大的王。And 还联手谁呀？The king of Edom，因为他们要经过以东的旷野、以东的沙漠，所以把以东王也给联合起来了。After a roundabout，OK，a roundabout 呢，就是说它整个行程，OK，整个行程大概呢，约莫全部大概是，它是因为它是特别要走过以东的沙漠，所以是一个绕道而行的这样的一个路啊，这个叫 roundabout，它是绕行，OK，a roundabout march of 7 days，OK，march 是他们行军。OK，所以它是一个绕行方式的一个行军，大概有 7 days，有7天的时间。The army had no more water for themselves。这个军队走了7天，行军以后，7天以后没有水了，完全没有水，他们自己都没有水了。Or for the animals with them，所以他们自己没有水，而且他们动物，他们随身带的牲畜也没有水了。比如说，他们的战马要需要马车，马来拉，马也没有水喝了。OK，好。What exclaimed the king of Israel？这个 what，这个 what 是一个叹气的声音哈，叹气的声音。哎呀，这个事情真惨呐，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哈？所以他就他在那里就是很叹息哈，我们这个事情变这个样子，所以 exclaim 是他叹息的声音，叫 exclaim。Has the Lord called us three kings together only to hand us over to Moab？这个什么意思啊？他说 Has the Lord 这个耶和华神他把我们三个王叫在一起是吧？犹大王、以色列王，再加一个以东王，他把三王相聚在这个地方。Called us three kings together，只是为了要 only two？难道他把我们三王汇在一起，只是为了要把我们 hand us over to Moab，把我们给交出去？神只是为了耶和华神只是为了要把我们交出去，交给摩押人吗？难道就是我们这一趟就要被摩押人给打败了？OK，好，11节。But Jehoshaphat asked，Jehoshaphat 他就问了。Is there no prophet of the Lord here？他说：“是不是都没有神的先知了啊？因为照理说，要行军之前或要做什么事情，应该以色列人是凡事要问神的。那现在这里是没有先知了吗？啊，他就在问了：That we may inquire of the Lord through him，是不是我们可以？”求告神，透过这个先知，through him，透过这个先知来 inquire，是来求告神呢、啊？求告神的时候，我们用 inquire 这个字，哈，求告、求问。An officer of the king of Israel answered。这个时候有一个军官，哈，officer 是一个军官，或者是他这里翻译成臣子，哈，反正是政府的公务员，有官位的。这个军官呢，就是以色列王的军官，他就回答了。Elisha, son of a Shaphat, is here. 哦，有这么一位先知，他叫 Elisha 啊，他呢是 Shaphat 的儿子，他在这里。He used to, OK，他以前一向 used to 过去以前一向都这样做，叫 He used to pour water on the hands of Elijah. OK，他以前呢是这个。做的什么事情？他是那个倒水在 Elijah 手上的，Elijah 是他师傅嘛，哈，是他的师傅，他是他徒弟，所以他以前就是那个在旁边服侍这个 Elijah 啊，可能 Elijah 要服侍他的时候是帮他倒水在他手上的，这个是这么一个人啊，他是他的学生，是他的门徒。好，Jehoshaphat said，Jehoshaphat 就说了
The word of the Lord is with him。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神的话，耶和华的话呢，应该是跟他在一起的，应该是跟他在一起。So the king of Israel and Jehoshaphat and the king of Edom went down to him。所以这个他的老师是 Elijah， 这一说哦，原来他是在 Elijah 这个大先知身边服侍他的啊，倒水在他手上，所以一听就非常让人有信任感，是吧？哦，那这个人的话一定很不错，他是 Elijah 的学生，那么耶和华神呢的话一定是跟他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去问他吧，去求告他了。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王 Jehoshaphat 是犹大的王，还有 King of Edom 这个以东的王，他们这三王就一起去找这个 Elisha 了啊，一起去找他。Elisha said to the King of Israel， 这个时候 Elisha 他就跟以色列王说了 ，What do we have to do with each other？OK，、okay? 我们跟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吗？特别是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OK，What、okay? do we have to do？With each other， 我们彼此之间要有什么关系吗？没关系的嘛，哈，我跟你们没关系。Go to the prophets of your father and the prophets of your mother。你去找你爸爸的先知，找你妈妈的先知吧。啊，他这样跟以色列的王讲。Okay，no，the king of Israel answered。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王就回答，不 ，because it was the Lord who called us three kings together。To hand us over to Moab. Okay. 他说不要这样子，我们不要这样子，因为呢，这是耶和华招聚了，把我们三个王召集在一起。To hand us over to， 要把我们交给摩押人的手上啊。哦，他们已经觉得大事不妙了，哦，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要来问这个耶和华，我们要亲自问耶和华神，不要问什么我爸爸的先知，我妈妈的先知了。Okay. 好。Elisha said,As surely as the Lord Almighty lives. Okay,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这个句型 As surely as 就是他指着永生神 Okay, 永生神的这个万军的耶和华呢来发誓 Whom I serve 这位万军的耶和华是我所服侍的我所侍奉的 If I did not have respect for the presence of Jehoshaphat, king of Judah Okay, 假如我今天 I did not have respect, 就是如果我是不尊重这个 Jehoshaphat, 犹大王 Jehoshaphat, 他的面子上这个地方 the presence of, 也就是说当着这个 Jehoshaphat, 犹大王的面如果我是不尊重他的话其实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些话我跟你们是没相关的但是今天是看在这个犹大王的面子上因为假如我是没有看在这个面子上的话 I would not look at you or even notice you 假如不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我根本连看都不会看你 I would not look at you or even notice you 或 notice 就是顾到你也完全不顾到你完全不理你的啊。今天要不是看在这个犹大王的份上的话 okay, 相反的来讲就是说我今天之所以跟你讲话之所以这个告诉你之所以看着你那是因为是看在犹大王的这个面上啊，犹大王的面上的。But now bring me a harpist. Harpist, okay, harp, 我们前面讲过 harp 是一种琴弦有弦的这种琴。Harpist, 后面加 IST, 这个是指这个琴手 okay, 这个琴手这个乐手他会弹这个琴的人啊，找一个会弹这个琴的人来。While the harpist was playing, 当这个琴手他在那里弹奏这个乐器的时候 ,the hand of the Lord came upon Elisha. 这个时候耶和华的手字面上是耶和华的手其实呢就是耶和华的灵他就来到临到了 Elisha 的身上了。And he said, 这个时候呢 Elisha 就说了 ,this is what the Lord says. 这个就是耶和华所说的。Make this valley full of ditches. 啊，现在 valley 通常是一个平坦的地方，一个山谷啊，平坦的地方。但是他说，把这个山谷弄得有很多的充满了 ditches. Ditch 是深的那个沟，壕沟啊。他说，你现在把这些山谷平平的山谷，给它挖几个壕沟啊，挖一些深的壕沟。为什么这样说呢 ?For this is what the Lord says.
因为啊，耶和华这样说：“You will see neither wind nor rain。”啊，你们看不见风，也看不见水。Neither nor，这都是否定的意思哈。你们是看不见风，也看不见雨的。Yet this valley will be filled with water。因为这个地方以东沙漠肯定是非常干燥，你们看不见风，也看不见雨的。但是这个山谷啊，就会 fill with water，会充满了水。And you, your cattle, and your other animals will drink。这样啊，你的牛 cattle 是你的这些牛哈，and your other animals 还有你其他的这些动物们哈，不管是马呀、羊啊什么，你们所带的动物就可以喝这些水，因为这个山谷你现在挖了这些壕沟，水就会渗在这些壕沟里面，是吧？好，This is an easy thing in the eyes of the Lord。这个事情在神的眼中看来是 easy thing，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啦，很小的事情啦。He will also hand Moab over to you。哇，这句话太好了！他说他同时，耶和华神也会 hand Moab over，就是把摩押人交给你们，交到你们的手中来。那意思把谁交到谁的手中，那就是肯定就是把敌人交到你的手中，那你们就会打胜仗啦。所以犹太人这些人他们就会打胜仗的啊。19节，You will overthrow every fortified city。OK，fortified city 指的是那些啊都是有这个保护哈，比如说他都是建了很多的。保护、强化过，这里应该怎么讲？坚固、很强化的这些城市都是经过有保护的啊。所以那些很坚强的那些城市，都有外面都是有设了堡垒呀、或者是驻防的这些叫做 fortified city。OK，但是你们可以 overthrow 指的是什么东西？指的是推翻。你们可以推翻所有再强固的城市，都可以把它推翻。In every major town，所有主要的小城市都可以把它们给推翻。所以，任何加固的城或者是主要的这些城市，你们都可以把它推翻。这个城市再怎么强化都没有用啊！你们很厉害的。You will cut down every good tree。你们可以砍下来所有好的树，美好的树。Stop up all the springs。Stop up 是说你们可以塞住所有 spring 是泉水，泉水都可以止住它。And ruin 毁掉 every good field 所有美好的良田。With stones 可以用石头就可以把所有美好的良田都毁掉啊！所以。意思就是你们攻无不克，哈，坚无不摧，所有的这些敌人的情况，你们都可以在你们掌握之中。The next morning，哈，第二天，about the time for offering the sacrifice，哈，next morning，第二天，大概是这个时间是什么？是献祭的时刻了。Offering the sacrifice 是献祭。There it was，哎呀，你看。那个就来了，那个就有了啊！这个口气就是这样。There it was，哎呀，那个就有了。什么东西呢？Water flow from the direction of Edom，这个水居然从以东的方向就流过来了。这个通常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以东是个大沙漠，是个旷野，是吧？哪有水呢？水居然是从以东的方向流过来的啊！And the land was filled with water。然后整块地就充满了水啊，太好了。21节，Now all the Moabites had heard that the kings had come to fight against them。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摩押人，Moabites 是摩押人，所有摩押人他们都听说了这些 kings。注意，king 是复数啊，三王一体。现在这个三个王都要来跟他们打仗。So every man, young and old。Every man，注意，every 的后面用的是单数哈，每一个人指的是一个一个的每一个人，年轻的、老的，young and old，who could bear arms was called up and stationed on the border。所以摩押王听说了，哇，这些所有三王要跟他们打仗了哈，所以所有的人都被征召了，所有
Who can bear arms? Bear arms 就是说可以穿戴得起来这些盔甲的人，能够穿盔甲，能够你足够大到可以穿起盔甲的人，都被召集起来。Was called up and stationed on the border. Station 是驻防，他们就驻防在这个边界上面，都要来打仗了。22节，When they got up early。In the morning，当他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很早起床。The sun was shining on the water，结果日光就照在这个水面上，因为现在有好多水。To the Moabites across the way，OK。所以呢，这些摩押人哈，对于这些摩押人准备要上路的这些人，要跨过这些水的这些人呢，The water looked red like blood。他们这个时候是要起来，但是他们看见这个水啊，因为太阳照在水上，这个水看起来是红的，like blood，就好像血一样哦。所以摩押人说什么？That's blood，那个是血啊。OK，those kings must have fought and slaughtered each other。OK，所以他们就说，他说现在。既然这个水里面看起来像血一样，那三个王就是这个有以色列王、犹大王，还有这个以东王，他们这三个人一定已经怎么样，fought and slaughtered each other，他们一定已经开始打架了，互相的在击杀，然后他们 slaughter 是宰杀的意思哈，叫攻击每一个人，他们彼此之间一定在互相的宰杀了。Now to the plunder Moab。To the plunder 啊，plunder 是去抢夺人家的财物。这个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啊，就水都变红了，表示是不是他们这三个王彼此杀来杀去啊？他们不团结嘛？我们现在就去抢他们的财物吧！摩押人。But when the Moabites came to the camp of Israel，camp of Israel 指的是以色列的军营。当他们这些摩押人到以色列军营的时候。The Israelites rose up，这些以色列人 rose up 就站起来啊，起来了。Rose 是 rise 的过去式啊，他们就起来了。Fought them until they fled，那么一直跟他们打仗，打到什么时候？打到他们逃跑为止，打到摩押人逃跑为止。And the Israelites invaded the land and slaughtered the Moabites。OK，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就攻打，OK，攻打进这个，以色列人就打进了这个摩押地哈。Israelites invade 是侵略的意思，invade 不属于你的地，你跑进去了啊，你侵略进去了，这个叫 invade。就好像一般在国际上现在讲说，哦，苏俄呢是侵略了乌克兰，如果。讲苏俄侵略乌克兰，我们也是用 invade 这个字，OK？他侵略了这块地，所以以色列人就侵略了这块地，侵略了摩押人的地，and slaughter 就杀了，slaughter 是好像牲畜一样这样宰杀哈，这样杀了这些摩押人，slaughter the Moabites。好，they destroyed the towns，他们就把这所有的这些城市都给毁灭掉了，以色列人毁掉他们。And each man threw a stone on every good field until it was covered。每一个人都丢石头，丢石头丢到 every good field，在那些美好的良田里面，都给它丢上石头，丢上石头，一直到怎么样？那些田里面都塞满了石头为止。They stop up 就是停止了，完全塞住。Stop up all the springs，把所有的泉水都给塞住了。And cut down every good tree，把所有美好的树也通通都砍下来了啊！正如前面所说的，Only Kir-Hareseth was left with his stones in place。所以这个时候呢，只有 Kir-Hareseth 这个地方呢还剩下来啊，with his stones in place 这个地方有他自己的石头，这个 its stones 指的是他原来就有这个石头还在那个位置上哈。The men armed with slings surrounded it and attacked it as well。但是那些男人哈，那些军士、那些士官们，他们 armed，他们装备上用什么装备呢
slings 啊，sling 是什么东西？sling 是像这种我们以前打的，像那个叫什么？弹簧石头一拉，蹦打出去，那个叫像弹簧一样这样子哈。它的，所以他们这些都那个时候的是一种武器，就是一种武器，好像弹弓一样这类的东西。sling 是一个拉开来有弹性的，一拉一放手，这个石头就飞进去了。所以这些人他们都带着这些弹弓一样包围了它，surrounded it and attacked it as well。他们也攻击这个地方哈。When the king of Moab，当这个摩押王呢，saw that the battle had gone against him，而且他看到这个战争啊，战事已经对着他而来了啊，针对他而来。He took with him，他随身带了什么？700 swordsmen 啊，700个，这是700个，700位呢是这个刀兵，身上带刀的这些。军事啊，这些带刀的士兵啊，swordsman to break through to the king of Edom，所以他就 break through 想办法冲破敌阵，他要到哪里去？king of Edom 到以东王那个地方去。可是他冲得破吗？冲不破。But they fail，但是他们失败了。所以他带领700个刀兵哈，700个拿着带着刀的这个士兵想要冲破这个阵仗，冲到以东王那里去。但是失败了，冲不过去。OK，好。Then he took his firstborn son。接着呢，他就把那个他的头胎的儿子，这个头胎的儿子，who was to succeed him as king，这个儿子本来是要继承他做王的这个长子。OK，and offer him 就是指这个头胎的儿子，他把自己的儿子把他献上 as a sacrifice。Offer sacrifice 是献祭，他把自己投胎的儿子当做祭献上。On the city wall，在这个城上做了一个燔祭，把儿子给烧了哈，做燔祭。The fury against Israel was great. OK，所以这个时候呢，the fury against Israel was great. They withdraw and return to their own land. 因为这个时候哈，这个以色列人遭遇了，这里讲这个 fury 指的是以耶和华的大怒，就是非常非常的痛恨，OK，或者是就是说非常让人痛恨，OK，against Israel was great，这个针对以色列人来的这个怒气呢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三王会合的以色列人，they withdraw，他们就退了。啊，and return to their own land，他们就回到自己的本地，自己本地的国家那个地方去了。好，再来看第四章哈，the wife of a man from the company of the prophets。OK，在这些所有的人里面，有一个女子，她是某人的太太。而这个人是谁呢？The company of the prophets。也就是这些 company，我们昨天学过这个 company 哈，company 就是跟着先知在一起的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的太太啊，所以她是先知的门徒的太太。OK，好，cried out to Elisha，他就这个哀求哈，就是哭求这个伊丽莎了。他说，Your servant, my husband, is dead。哦，原来她的丈夫死掉了，她的丈夫是。跟着这些先知在一起的是先知的门徒。他说：“我丈夫，您的仆人，我丈夫死掉了。”And you know that he revered the Lord. OK，但是你知道的，OK，他是敬畏耶和华的。我丈夫是多么认真哈，多么好的一个丈夫，对吧？他现在呢已经死掉了。OK，好，revered the Lord 哈，他是一向都是这个。Reverse 通常都是一向非常非常敬畏耶和华，他一向都是伺候耶和华的，叫 revert。好，But now his creditor is coming to take my two boys as his slave 啊。但是现在有一个债主，creditor 指的是债主哈。现在有一个债主，OK，yeah，债主就来了。债主来了之后呢，他就来拿了我的两个儿子做他的奴仆，做他的奴仆哈。OK，好，他就拿了我的两个儿子给拿去给做奴仆去了。
因为是债主嘛，债主可能要钱要不到呢，所以就领了这个啊，把他带去就做奴仆了。好，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4章2节，Elisha replied to her。这个时候，Elisha 就回答他说：“How can I help you？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我可以做什么呢？”Tell me, what do you have in your house？啊，你说说看，在你家里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啊？太太就说了：“Your servant has nothing there at all。”他说：“您的仆人啊，your servant 指的是鄙人在下我，我们家什么都没有，OK，at all 就一点都没有。”She said, "Except a little oil." 但是我们家有一点油啊，有一点油 oil。好，Elisha said，这个 Elisha 就说了：“go around，你去，and ask all your neighbors。Go around 就是走一圈，不是只是走单线的，你要四周的都走一圈，都去问，问你的 neighbors，问你的邻居，然后问他们要什么呢？Empty jars，jar 是那个瓶子，那个瓶子是装油的瓶子，叫 jars，你就去问他们要一些空的油瓶。Don't ask for just a few，OK？、Okay? 所以不要只借 a few 是一点点。几个瓶子啊，不要借的很少，多借几个瓶子。A few 是少的意思哈，所以不要只问几少少的瓶子，要多问几个瓶子，多要几个瓶子。Then go inside, go inside 是回到你家里面去，inside 到家里面去。Shut the door 是把门给关起来。Behind you 在你身后，behind you 我们进了家门，当然是人是面对家里，门就在你的后面，所以在你身后把门给关起来。Behind you and your sons 哈，在你跟你儿子的身后把门关起来。Pour oil into the jars 啊，你跟邻居要来很多的瓶子啦，你就把这个油通通倒进去这些容器里面。As each is filled 啊，就让每一个瓶子都把它装满，装满了油。Put it to one side。当每一个装满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到旁边。装满的瓶子你就放到一边去。OK，这个是4章4节。OK，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4章4节哈，我们先停在这里。好，我们把屏幕停下来，然后。